Hello， 这里是蓝橘子。五一假期就要到了，对于一个 gamer 来说啊，门是不可能出的，宅在家里打打游戏放松一波，或许会是我们更普遍的选择。那么今天就来给大家主要从上半年的游戏中推荐一些适合这个假期在家游玩的。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正题吧。旷野之息确实是一款老游戏，不过在王国之泪即将发售之际啊，在这个假期打开旷野之息绝对是相当合适的。对于之前玩过的朋友来说，可以重新感受一下海拉鲁大地的人文环境，顺便再和老朋友们 say 个 hi。 至于之前没接触过的新玩家就更不用多说了。首先这是一款神作，错过了确实有点可惜，而根据四月的实际演示来看，王类的手感也和野炊非常接近，所以在王国之泪来之前啊，体验一下操作手感，相信也可以让你顺利上手并无缝衔接。接下来是两款重制版的游戏，死亡空间重制版。你的下一步死亡空间还得是死亡空间，无论是出于去年略显拉垮的精神续作《木卫四协议》的衬托，还是这次重制版很多方面全面的进步，这次的石村号都绝对值得你戴好耳机，花上个几天时间好好探索一番。《生化危机4》重制版，《生化危机4》在游戏史上的地位不用多说，不光是移植了我们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平台，它的诸多设计也都启发了后世的各种经典作品，就比如刚才的《死亡空间》。和死亡空间一样，生化危机4这次的重置依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不得不说，在 IE 引擎的加持之下，这款游戏更加贴合现今的时代背景。同样的，卡普空对原版中的剧情和操作也进行了大量的优化，艾士里也变得懂事多了。只从上半年的游戏阵容来讲，生化4绝对可以算得上必玩的了。星球大战绝地幸存者，星战属实是个老 IP 了，这几年的欧比旺、安多和曼达洛人也让我小追了一波。而这款游戏在星战背景加持下，融合了相当程度的解密玩法，特别适合解密游戏的爱好者和星战系列的粉丝。而说到动作方面，这一座单剑、双剑、双刃剑和爆能枪等多种招式的优化，也让游戏的战斗体验得到了充分提升，使其不再单调乏味。另外官方也表示，游戏将包含可牺牲生物和快速传送两种旅行方式，这一点也为玩家提供了极大的游玩便利。总之，只要你对星战元素比较感兴趣，不妨就可以在这个假期尝试一下。星战粉有的玩了，哈利波特的粉丝肯定也不能闲着。这款霍格沃茨之遗的确可以称得上近年来少有的粉丝向游戏精品。虽然本作无论是战斗流程、关卡设计还是剧情深度都绝对算不上出色，但是就冲它对于哈利波特这个世界极高的还原度，相信就能让粉丝们一本满足了。死亡岛2，这是一款历经了快十年磨难才正式发售的游戏，依然是典型的丧尸世界观设定。平静的加州突然被丧尸席卷，彻底变成了丧尸的乐园，你需要动用手头的一切武器杀出一条血路，并享受各种大胆且富有创意的对丧尸的处决方式。虽然这款游戏 bug 是有点多，不过对于能从殴打丧尸中获得快感的朋友来说，爽就完事了。在上半年的游戏阵容中，完美音浪可以算得上一股清流。这款游戏主打节奏动作玩法，在纯粹的动作玩法之上融合了大量的音游元素，游戏由常见的轻重攻击、跳跃和闪避组合而成。而随着节拍的律动，在游戏外玩家可以抖着腿晃着脑袋，游戏内我们对敌人造成的攻击也可以获得伤害和连击加成。这种沉浸式的节奏体验感也让这款游戏在 Steam 上获得了特别好评的评价。如果你觉得前面那些大部头的游戏一打开就让你有种压力感，那么这款完美音浪或许可以彻底解放你的身心。那么好的，我们今天这一期五一游玩指南的视频到这先结束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不妨给我点个赞。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